妮可，你这还缺人手吗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家里电费严重超标，只能用空闲时间来打工了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满18了吗？没有，看来是没事。你被录取了啊？老大，雇佣未成年是违法的。嘿嘿，那等到发工资的时候，我岂不是可以没收他的违法所得？天才啊，老大！喂，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。你好，请问家政公司还缺人吗？来应聘是吗？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林，我最近在用影碟观看全体扣员工工资，以及克扣不努力工作帮补的电量。种族是吸血鬼，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设定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强项吗？会做一点饭，但不是特别好吃。你被录取了？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哦，有人来应聘。等等，我不应聘了，我要指名他来我们家服务。老妹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仅没赚到钱，怎么还花钱雇了女仆啊？恰好把你累。是可折问，廉价，你也不想因为你的差评而影响公司生意吧？奇怪，虽然 Fairy 仍在运行，但是电表居然不涨了。这凭空的电量是哪里来的？根据主人行为，结合现在的现象推测，这应该是传说中的用爱发电。六。